這個不是你想要的嗎？
そっちじゃ、おろしたいごと。你好，老板。来，走吧。有个视频店的快递，他说放这里。哦，可以。先放地上。有点大的。这么大？是。放门口这里边上。放门口啊？他怎么就不能看到？他应该晚上回来吧。可以了，放一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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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